Lime Survey 一个在线调查工具。开始使用 Web 服务部署，下载源码。将下载的文件上传到主机。解压到当前目录。打开 Web 工具 7.2 版本和旧版本 UI 可能会不一样。新增服务。PHP 7.4 即可。填写各名称。目录指向解压后的文件。后端服务器随意选择，然后下一步新增。给这个项目分配各端口，新增门户。服务选择刚创建好的。填写各端口号。点击跳转。如果报错或者没内容，请修改下文件权限。刷新下页面，选择语言下一步。检查没问题下一步，如果 PHP 扩展没开启，记得开启。数据库设置。选择数据库，我这里选择第二个，当然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选择其他。使用数据库管理工具，连接数据库，创建数据库。新增账户。填写用户名，生成密码。创建同名数据库，打勾。在安装页面填写数据库信息。执行创建数据库。下一步填充数据库，等待几分钟后自动跳转到下一步。设置管理员用户名、密码、邮箱、语言。提示成功后，点击管理，跳转到登录页面。使用刚创建的管理员用户名密码登录。创建各调查。提示未启用，创建好调查任务后，记得启动调查。列表显示活动中就可以了。
其他功能如统计啥的该有的都有。